请问，就是二鼠图购这个橱窗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因为我们是做创意设计的公司，所以想要透过这个橱窗告诉观赏的人，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好像日常生活是一成不变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就很甘心的去每天上班、下班、起床、睡觉、吃饭就这样过的话，其实我们原本有的那个想象力或者是创意，就真的会被很容易被掩埋。那因为这次主题是交代，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绑架的概念，想要来传达这件事情。那把整个橱窗，就是原本是通透的，用全部用胶带贴起来，那只露出一个透明的部分，那就很像真的是，如果当我们的创意被这些日常一成不变的事情绑架了之后，好像就是不是真的就想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样。那希望观赏人透过那个透明窗的部分，可以看到里面的那样子，就是让你的想象力可以被释放这样。所以就以这样的概念做了一个这样很色彩缤纷的橱窗。过程中，你觉得困难的部分是在哪边？嗯，就是像胶带，有些要布置颜色，或是它那个线条的对称性啊，那在调这部分的时候，还蛮麻烦。就是布置的过程当中，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？有趣的地方，其实和困难好像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遇到说，就是可以，因为之以前以往的布置橱窗都是在闭店以后都没有人，就自己在那边一直做，但是现在就是经过的人都会跟你有点互动，他们就会对于这东西有兴趣，或者是觉得很丑，他们会很明了经过就表达出来，然后甚至是讲的还蛮大声的，然后也会就是一直像我就有遇到那个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阿伯，一直用这样讲台语，就说在下面艺术艺术，然后就说啊艺术，然后他就说艺术你听不这之类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用怎么用台语跟他解释这个概念，大概比较有趣的遇到这老人。